拢有白头鬃啊，看起来嘛较老啊。你是立德，拜托你，以后莫甲阮立功做朋友啊。为什么？我拄则讲啊足清楚啊，就算讲恁两个人读同班，嘛无需要讲话。你唔通怪你妈妈，拢是我无好啊，是我讲要甲你送给别人的。虽然你妈妈不肯，我最后还是无法度啦。是因为恁家出善的嘛，我嘛会当食较少的啊，嘛会当甲你讲同款，出去捡物件来赚钱。是的啦，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。我伫病院啊。嗯，你伫厝内边时阵昏去啊，是我送你来的。啊，你拢一直伫甲我照顾。嗯。多谢你。袂啦。啊，你感觉安怎？要啉水无？我替你啉。这个囡仔真正大汉了，可惜伊明明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煞连互伊叫我一声妈妈的资格拢无。阿丽也甲你讲的。哦，伊去找小英啊，阿姨，医生讲。你这阵嘛身体受过操劳啊，血压有淡薄悬，爱加休困。我看哦，我也无啥物代志啊，咱这大人哦，卖住啊，咱倒来厝来。啊啊呀，文姐啦，你即摆身体阁有淡薄仔虚，大人一定爱住。啊，而且即摆倒去嘛无多做啥，你应该你讲来是有消息，一定通知咱的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即摆足挂念小英，啊，不过你若是即摆。因为安尼，从家己身体不好歹，你应该你讲一定搁较自觉的，你得互伊安心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莫拖累这个囡仔。那讲是拖累，啊，你是伊的妈妈，伊当然莫烦恼。啊，听讲你即摆咧卖厝，啊，佮卖了袂歹哦。普通尔啦。要唔过做业务足辛苦的呢。做多些工课无辛苦，至少我即马做的是我喜欢的代志啊。而且我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有家己的厝，有厝的人心才会安定，才会当好好去打拼去发展。是的啦，以前厝内面真善食，你一出世就爱将你送给别人。不过我现在看你用爸用母把你教得这么好，你这么有想法，我确实是很安慰的。是啊，我爸妈一直用心来照顾我，我感觉你真好的。啊，你爸爸妈妈好不？我好久一当没看到他们了。阿姨，你也是像我爸妈。阿姨，两人就是安尼嘛，逐天爱搭水果，啊，连今日想袂记买豆油，拢会当炒。阮家就是安尼啊，逐天咧吵吵闹闹，也毋过拢吵袂煞就是啊。阿公母遮尼侪冬哦，会搭水也是正常啦。你个少年唔捌，啊，若像像你妈妈甲我这种岁数，身躯边有一个伴会当搭水嘛，算是幸福嘞。就像像你陆生阿姨，还佫有多少阿姐同款，听讲伊嘛常常咧搭水。对啊，伊两个人感情真正较好诶。进前去阮阿妈家的时阵哦，两个人搁出工出去散步。这着叫做老来伴啊。阿姨，你是毋是想着阿姐啦？恁阿姐足漂泊的啊，话走就走，一句话都无留互我，帮我伫这个世间咧拖我。阿姨，
你莫安尼想啦，领导你要配合家己才对。我现在要配合我家己。啊，死的人就去做神啊，啥物拢放了无管。等到我后来人，要面对世间所有的艰苦甲困难，这才是真正有勇气。你看，你死家己的翁婿，也毋过你靠你家己行到即马，你一个人撑了你囡仔到大汉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我嘛比咱大汉啊，一直过了足好诶。我嘛从来无怪过任何人，所以你嘛对我亏欠，咱就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杜生，好啦，乖。啊，你要什么？啊，川渝，你是安那？是要倒啊？啊，你们着讲。啊，即摆是要倒啊？你较冷静个啊！你安尼吼会惊着弟弟啦。所以到底是要倒啊？啊？弟弟啊，妈妈甲爸爸吼有话讲，你先去看伊一下，好吧？林大伟，你莫袂记啊！咱已经签好离婚协议书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走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迄离婚协议书请予杨秀英看的，我从来毋捌要破坏咱两人的感情啊。啊，不过你早就已经破坏啊！自你伫咧外口甲个查某偷来暗客的时阵，咱的婚姻就已经结束。是我已经无法度看破，一届搁一届相信你的白贼话，一届搁一届欺骗我家己，咱的婚姻搁有法度救？老婆，当然嘛，我都救。你给我一届机会好无？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届。啊，咱把迄个未见效的车查某杨秀英的代志解决了，咱就会当过了幸福的生活啊！真正未见效人是你。你厝的外口的双头妹，你这个查甫人才是上卑鄙、上无体的啦！啊，我是你翁的，啊，你哪会安尼骂我啊？就是因为你是阮翁，是我上亲的人。我明知影你是一个这么可恶的查甫人，我若是搁继续跟你斗三工，我唔就是跟你同款的笨手？安尼到最后，上无辜的就是咱的囡仔，咱做父母的，就是人生上大的污点。所以你才应该跟我斗三工啊！我若去用掠去乖，安尼弟弟的未来真正乌有去的。未来若是用公英有一个坐车的爸爸，安尼要安怎啦？你搞大亏啊！你话讲了无唔对啊！我为着弟弟，我一定爱坚强。伊已经有你这款老爸啊，我至少嘛爱做一个让伊骄傲的老母。明慧，明慧，是安那啥物代志拢是明慧，你讲啊！因为讲才是道理，真正为阮的身上，莫参照你。我无为着我家己，我无，啊！你就是安尼啦！你利用恁老爸对你的亏欠，你只要伫外口惹代志，就爱替你处理，替你收煞。你永远唔知影大汉做代志，唔知影顾钱顾啊！我唔管，我一定爱离开啦！我无法度改这款的生活。老婆，不许你走！拜托，别走，老婆。弟弟，走。老婆，你别走，拜托。老婆，你别帮我解人啊！老婆，解人了你，为解人对待我。拢是迄个蔡明慧害的。啊，老婆，阮某哪有可能带囡仔离开我？
相相对对，会记得你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美丽，纯情花蕊。